我来看看有没有适合米妮用的轮胎。昨天陆迪和本尼来我这里挑了好一阵子才走的呢。嗯，现在的孩子怎么就知道赶时髦？轮胎结实耐用不就好了吗？话说回来，有没有适合米妮用的漂亮的轮胎呢？那什么叫什么来着？公主牌轮胎。嗯，好像是吧。等等，让我看看放哪儿了呢？哎，在这儿。不好了。怎么了，小娟？好像要来台风了。台风？是的，很大很强的风，还会下大雨呢。你们看，这是我的天气预测仪说的。这样的话，今天的训练只好取消了。也只好这样了，安全第一。以防万一，我跟海莉还有罗伊一起去巡逻。好吧，就趁台风来临之前，我来把孩子们都送回家吧。布鲁姆斯镇的居民们请注意，救援中心发布强风橙色警报，请大家注意转移到安全地带。警报解除前，请注意收听广播。今天广场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呢？哦吼，下雨了，米妮的礼物要被淋湿了。糟糕，掉下来了。救命啊，救命啊。米妮再见。再见，快走吧。米妮，你慢一点，小心滑倒。安巴，我有话想快点跟爷爷说。啊，有话要说。是的，今天早上我对爷爷发脾气了，因为我不喜欢他给我买的这个轮胎。所以想跟爷爷道歉吗？是的，现在我终于知道这个轮胎有多好了。救命啊！爷爷，等一下，米妮，我去看看情况。桥会塌的，爷爷，您先忍一下，我马上申请救援。喂，安巴，孩子们都顺利回家了吗？小娟出事了。啊，马斯提爷爷出事了。你说什么？波利，马斯提爷爷出事了，请迅速赶往铺通大桥。好的。马上就到，安巴，海莉，好的，罗伊，去，冲，海莉，安装安全挂钩。好的。别担心，米妮，我们会有安全的，把爷爷救出来的。爷爷，先忍一下。波利，再不快点，桥就要塌了。知道了，罗伊，我把轮子撬出来以后，你就把爷爷拉上来。好的。波利，安全挂钩固定好了。好，开始行动，马上就好了，罗伊，快拉罗伊。啊！
啦啦，死不起的食物真好笑，下次又会出现什么食物呢？我真的好期待哦！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哦哦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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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死不起的食物真好笑，下次又会出现什么食物呢？真的好期待哦！啦啦啦啦啦啦，好期待！什么？没有包裹？好奇怪，我明明带来了。该不会是失物掉在哪里了吧？怎么会呢？我可是绝对不会失物的。那我的包裹去哪儿了呢？这个怎么办呢？要是今天拿不到设计图的话，就没有办法继续施工了。难道等我一下啊。去哪儿了？我来救你。不可以，别过来。波斯提，对不起。笨蛋，叫你别过来的，我们俩都被卡住了，可怎么办啊？先去现场查看一下状况。好的。来人了！来人了！找到了！还好吗？波斯提，死不起！海莉，别担心，救援队马上就到了。罗伊，我沿着悬崖下去，然后你把挂钩放下来。好的。啊，这个应该可以。救命！罗伊，把挂钩放下来。哦，好的。好了，罗伊，拉上去，快！
救了。闻了那么多烫，还剩下这么多，这样下去要错过布鲁诺的表演了。哎呀，不行，看来还得一次性全都搬走。这，嘿呦，邓普，啊，你这超载的太厉害了，会出事故的。没关系的，这种程度没问题。很好，女骑选手正使出浑身解数。哇，太可惜了，她没能将美人鱼的尾巴做完。彼得先生，邓普还没来呢，布鲁诺马上就上场了。哎，可不是嘛。看来我这次搬得太多了，但是为了早点去看布鲁诺的比赛，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呀。不要啊！好，接下来就是布鲁诺和斯普奇两位选手了，他们两个人将争夺冠军，谁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呢？邓普怎么还没来啊？他明明说过来加油的。比赛暂时终止，救援队队员请到舞台前面集合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了，小娟？木材厂附近出事了，邓普在搬运木材爬坡的途中出事故了。什么？邓普？听说邓普的轮胎爆了，木材散落一地，挡在了道路中间，邓普也被困住动不了了。波利，我们快过去吧。立刻出发。我们实在不应该把邓普自己留在那里啊。对不起。海莉，你先去了解一下邓普的情况。好的。在那里，邓普。海莉。海莉，我快要撑不下去了。再坚持一下，救援马上就到了。到了。罗伊，你和安巴负责这里。好的。收拾一下这些木材吧。现在安全了，邓普。谢谢你们。不客气。安巴，小心！罗伊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邓普回来了。邓普。彼得先生。邓普，我们不该留下你一个人，实在是对不起。没事的，让你们这么担心我才过意不去。快告诉我比赛结果怎么样。比赛还没有结束呢，邓普。布鲁诺坚持说要等你来才开始比赛。真的吗？好了，那让我们重新开始比赛吧。布鲁诺，准备好了吗？啊，邓普，看好了，我会好好表现，把布鲁姆斯杯捧回来的。说什么呢？布鲁姆斯杯可是我的。哼，我的球，你什么时候偷走的？什么叫偷？这叫魔术。什么魔术啊？哼，分明是偷走的。
给我站住！布鲁诺，你想干嘛？想妨碍我比赛是不是？不是，都说不是了吗？